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体贴的照顾你，永远感受不到。其实你根本没有真正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的上一份工作虽然待遇好，但那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你追求你艺术家的梦想，但你考虑过我们的未来吗？不想被家庭琐事束缚，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创作。现实生活中琐碎又平凡的事情冲淡了我们努力经营的爱情，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屈先生32岁，来自广东，自由职业。女嘉宾赵女士32岁，来自黑龙江，新媒体。有请两位，有请。老师好。欢迎两位啊。你好。结婚几年？结婚不到2年的时间。结婚不到2年的时间、嗯、有没有娃？目前还没有。想不想要娃？想。急吗？还好，还在享受两个人自己的空间啊、哦，还在享受二人世界呢。嗯，这不是挺好的吗？到我们这儿来干嘛？他本来是有一份固定工作的，是在学校做老师的，在我们广州那边一个月月薪是1万多，不到2万啊。但是他就觉得耽误了他创作的时间，嗯，然后近一年的时间就是在家的一个状态，也不出去找一份固定的工作。您说这创作是搞什么的呀？我是从事摄影方面的创作，就现在是想当一名艺术家。挺好啊，这个有梦想有追求啊。你在家里待一年干嘛？是要思考一下下一步做什么，还是说已经有了打算，其实开始行动了？对，因为自己要不断积累啊，很多自己的时间去创作，去读很多书，然后要去做很多尝试、啊、反正要花很多时间在创作事业上面的、啊、所以就把原来的工作辞了，现在就专心去搞这个创作的活动。家谁养？共同养。然后虽然我是没有全职工作，但是我还是偶尔会有一些工作接到那样，就有一点在吃老本的感觉。而且他还玩相机，他那个相机一个要几万这样。对，他搞摄影吗？啊，这肯定是嘛，除了相机之外还有镜头，对不对？还有胶片啊，还有给我们吓到了、啊、完了这个完了，这真完了。这个就比你还惨了啊，你是这个失败创业、啊、就是执着的失败创业、啊、不过我也是玩胶片出身的啊。后来你不是也不敢玩了吗？不敢玩、啊、玩不起。他说他在创作、啊、但是在家的时候还不太注意个人形象、啊、要上了节目就还好，但是头发也很长，你看头发那么长、嗯、在家又不剪头发，根本就不刮胡子，邋里邋遢的。我每天出去工作回来之后看见他那个样子就不太舒服。做饭吗？做家务吗？做。他在做饭，他虽然做，但是我毕竟我是一个东北人，他是一个广东人，他做饭的有一些口味就我也不是很合适吃。我已经在家不用出去上班了，那我个人形象我也不用那么的讲究嘛，我也不用去接待这么多人了，对吧、啊、然后就是可能没有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那么注重要那么的把自己打扮得那么好而已。然后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没有、嗯、质量也没有下降啊，是吧？我们该干什么的，该吃什么，该怎么浪漫的约会，我也尽量去满足。但你说的是现在啊，那以后呢？老师也问了我们以后要不要生小朋友嘛。那有了小朋友之后，你总不能一直什么都不干，一直吃老本，坐吃山空嘛，这不是？我觉得孩子是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去给他一个好的成长环境，而不是说如果他有什么不好，
都归到我身上，那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了。我们应该一起告诉他说，哎，爸爸是干这个工作的呀，他的职业性质就是跟别人不同啊。我以为是应该是这样子下去的。那他以后长大了怎么样？你就这么教育他，你就这么教他，然后他长大了也20多岁的时候，你们俩都在家待着，我一个人出去工作。你不能都总往那个极端方向想嘛？那说不定我很成功呢，是吧？对吧？说不准的嘛。那在生活里面，除了这个，就是关于未来的探讨，肯定是达不成共识吧？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那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小细节的小矛盾了，比如说他就有一些毛病，就比如他喝水，那个瓶盖我们拧开之后，喝完之后会把它拧上嘛，就把它拧紧，他就从来都不拧紧，喝完之后一扣，然后包括家里的像洗衣液的那种，就是拧开了之后就一扣，然后我一拿又洒了，还有家里的调料什么的，就是那种旋盖的，就全都是这样，然后那个蚝油也是，扣上之后就不管它了。过了几天长毛了。那这种我听起来我也很无奈，因为我也尽量去改正这个毛病，然后我现在喝的水啊，我都不敢买那种瓶盖的，都要买那种什么插饮管的易拉罐的呀，家里的洗衣液我都不敢买洗衣液了，只能换洗衣球了，然后蚝油的那个盖我也要换那种有个压泵的那种，就我也尽量的去改正这个事情。他这种事情他一说我就会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这种小事情，比如说他睡觉动静很大这种，我们家都1.8米的床了，他都把我挤到床的边缘了。其实我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睡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我又不是故意的对你就拳打脚踢的嘛。那睡觉的时候我可能白天工作压力太大了，那就动一动什么的，那不，我觉得挺正常的。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啊，这是到底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也许妻子就想贴近老公一点呢，你老躲啥呢？你咋都把自己再躲就躲到床底下了呀？你要米娜老师说肯定这么说，对吧？你看他在那儿乐啊。刚才倒是有一个小细节我听出一点滋味来啊，你说他做饭不太合你的口啊，你是地道的广东人吗？是。您是地道的东北人吗？你们俩生活习惯能搭在一起吗？我很好奇哈。就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就没有暴露出来这么多问题，结了婚之后住在一起就很多事情就浮出水面来了。比如说呢？就比如生活习惯不同啊。什么样的习惯？可能像气温的感知我们俩就不同，而且男女是对气温的感知不一样的嘛。那就比如开空调这件事情，我们广州那边夏天是还蛮热的嘛，晚上睡觉开空调他要开个25-26度，那我就觉得冷，他又觉得热，而且我已经很迁就你了，我为了让你睡得舒服一点，我盖2层棉被。对，我也很热啊，我只盖一个薄薄的那个空调毯。那你不知道你动静大，你把你的另一层棉被搭到我身上了，其实盖2层棉被的是我啊。我又不是故意的，那你要觉得这样我们两个睡得都不舒服的话，那你抱着被子去另外一个房间呗。那这样就没得说了，这种弱啊，这算我挑事儿，这算我挑事儿。你们家里面现在没有娃，有没有养宠物？有，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两只猫。有两只猫？有两只猫啊，然后一只都十岁了已经啊，然后一只才1岁多一点，然后他经常还跟我说要多养一只啊，路上看到可爱的小猫就说赶紧抱回家啊，路过宠物店又说再买一只什么，然后我就说两只猫已经够多了，我认为。那因为有一只猫他说了已经10岁左右了，那猫的寿命可能10几20年这样子，而且小的那个才1岁，那大的如果以后走了之后，那小的一个猫他自己他没有伙伴陪他，他自己也孤单啊，就可以先培养一个啊，先来一个玩伴啊，增进感情。那个走了以后这也不孤单。那就永远都养下去了，因为我们家以前试过养过宠物，然后狗那个狗死了，然后我家里人都很伤心，我不想再接受这种伤心了，就养完这两个就算了。那他就老是用这种人的思维带入到猫的思维里面，觉得要多一个多一个，那我觉得这种很伤心的。到时候先生刚才说要做艺术家对吧？静下来是为了看书，是为了搞创作，但是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这家务您做吗？他说家务我做呀。我说饭你做吗？饭我做呀。如果一天把家务都干了，把饭都干了，这一天的大把的时光好像也就没了。对，这就是我最难受的地方，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辞掉工作去做我的事业就能有很多时间，但我现在发现家里这么多料理的事情，做饭洗衣服搞卫生养猫，
料理这个猫已经让我花掉更多的精力、啊、回头他还说我不务正业。其实还是上班更轻松啊，家里面这点活比上班累吧。对，有时候想我也有赞同啊，我觉得说有可能上班可能还轻松一点。那我跟你换，那你出去上班，我在家收拾屋子照顾家里。你到底是介意他不去上班的这种状态在你可能看来是一个偷懒的状态，而介意说他现在没有收入，还是介意说其实他做这个你完全看不到前景，你觉得压力很大？你在哪个层面上？我是觉得他应该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可能一直以来的思想就会觉得人要有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他在辞职之前选择之前你们夫妻商量过吗？没有商量，就是我自己的决定。就直接通知啊？就我觉得这种事情不用商量吧，就我个人的选择。不，你结婚了，兄弟。我还是觉得真的，我是要当一个艺术家哎。所以我想问一下妻子，就是当他通知你说我把工作辞了，我要做艺术家的时候，你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感触是什么？就是莫名其妙啊，你有一份工作还挺好的，而且教书育人是吧，也不说是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但起码是在为下一代的培养就是做一些事情嘛。嗯。然后突然就说我不干了，我就觉得这个影响我创作的时间，而且每一天都给这帮学生就教差不多的东西，我觉得太无聊了，他就要在家里搞创作。那你未来的创作之路怎么规划的？跟我们聊聊呗。首先要沉淀我自己嘛，然后把自己的创作心态调整好。不是嘛，沉淀教书就是一种沉淀嘛，但生活就是一种沉淀嘛。因为每天去上班这个事情让我很烦躁，就现在网络资源这么多，平台那么发达，我觉得只要能沉下心做这事情应该能成功的。是啊，陆琪老师在网络上面沉下心做了20年，现在还在摸索是吧？啊，还摸索着。妻子，你现在我下面的问题我希望你如实回答。第一，对于丈夫这样的选择，你是真焦虑呢还是娇嗔而已？目前是看着他一年多这个状态是有点焦虑的，嗯，然后再想一想以后那就更焦虑了。就是关于未来你越来越不确定了。对。第二，刚才说了先生很多的这个小习惯啊，这种小习惯你看不上的所谓习惯的摩擦和文化上的一些摩擦，是因为他没了工作之后还是在工作前？其实这些也是让你心里不舒服的东西。哦，这些生活上面的小习惯是一直都有的，这个是不是因为工作而我挑他的刺这样？好，换而言之是说他的这个选择让你对未来没有确定性了。嗯。第三，啊，我们知道所有的成功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即使他是一个天才，一定要经历特别特别多的坎坷，这个是个世间的规律，对吧，艺术家？嗯。哦，这个没问题吧？对，你认同吧？认同。啊，现在还好喽，因为你们没有遇到具体的冲突。有一天，可能家里的就是所有重担就是全给你了，他就是一个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你咋办？啊，还能咋办？自己选的老公，哭着也得过下去。哎呀。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你今天来到底要干嘛？我想让老师劝劝，让他找一个稳定点的工作吧，不要再这么荒废下去了。在我看来他就是在荒废。那下面的问题请你来回答，如果你的艺术之路，艺术家之路走得很坎坷，你有没有考虑过某一天我再回到一个轨道上面去，兼着去继续我的艺术家之梦？换言之就是你大概给了自己这段成家的时间给了多久？就是我这种坎坷的时间我不知道会过多久。嗯。你想要娃吗？暂时没考虑过。所以看见没有，你听到了什么吗？难受吧，听到这个有点懵是吧？这才是大问题。实际最大的冲突和妻子最大的不安，你知道来自于什么吗？不是他要阻止你当艺术家的梦想，而是好像我嫁了这个人，我们应该在一起共同的生活，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和规划，而在这个共同生活目标的规划里，两个人是没有商量的，
方向性是不一致的，把它连贯起来就是一个艺术家现在花积蓄，妻子的焦虑会越来越大，未来的冲突是可见的。所以我倒觉得你们今天来得特别对，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冯庸，妻子的要求是合理的，她的焦虑是必然的。在你们这个家庭，生活习惯的不同，生活理念的不同，这都是小问题，都是能够化解的。但真正不能化解、不可化解的大问题，就是你的艺术创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现在家里还有老本可以吃，妻子只是焦虑担忧，等到哪一天你们家的老本吃尽了，那么艺术创作和家庭生活就成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这样自说自话，辞掉教师的职业去搞艺术创作，在有一些人眼里这是义无反顾，但是在我眼里这是一意孤行。你不计后果，不考虑家庭。当然你说的对，我心无旁骛，艺术创作我会成的，这是理想，这是希望。万一呢？现实很残酷啊，万一呢？您输得起吗？兄弟，今天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您妻子的顾虑，如果您真的爱她，您深层的考虑一下好吗？谢谢伯鸿兄啊。于老师，当你在想做艺术家要辞职的时候，赵传主持人说了，哎，这有自己的梦想，这也不是不可以，铤而走险也好，还是我们做一个重大决定，孤独一掷去做这件事情，这不是完全的错，兴趣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选择。但有一点，你没有和你的老婆商量，然后你的理由是我要做艺术家，这一点就彰显出你想当艺术家的时候，你是狠狠地把你的老婆踩在了脚底，把你当丈夫的这个角色扔在了一边，这个是我觉得特可怕的。其实妻子今天的焦虑是刚刚开始，就从那瓶盖说起，一开始听起来是小事儿，我不认为这是小事儿，因为这是一个人思维的逻辑，开盖喝东西倒东西然后再拧盖，盖不拧，老于老师也说了一个词儿，我们俩不谋而合，叫不计后果。你可以去当你的艺术家，但千万别输在生活上，因为没有生活就没有一切。然后我希望你在这个基础上去走你的艺术家之路，那才是比较有稳妥，好吧？谢谢于老师啊。陆琪老师，我肯定不会劝你上班，我觉得是可以的，真的，我觉得辞职是可以的。我自己就没上过班，但我要问你个问题啊，就第一个，你认为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标志是什么？就可以靠作品养活自己了。哎，对，你这话说的是对的，你看没毛病啊。第二个，你觉得你的艺术搞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就我自己喜不喜欢，我是不是满意的这个作品啊？这里面就体现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虽然说你要当一个艺术家，但你的内心依然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艺术爱好者是满足自己的，艺术家不是满足自己的，艺术家是满足别人的。艺术家不一定满足市场，但一定是把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外放出来，以至于他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是面向整个世界的，是让这个世界来评价，是去让整个世界的人去看。你刚才自己说了要靠艺术来养活自己，那么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你靠什么挣钱？你拍什么东西卖给谁挣钱？就可以去参展参赛嘛，现在这么多摄影的。参什么赛？你拍什么类型你自己都没说清楚，你参什么赛？就各种现在这么多纪实类的也有，然后纯艺术类的也有。
我觉得只要努力一点，我应该是可以。参赛之后呢，怎么挣钱呢？这个没有认真想过。对呀，你老婆焦虑的不就是这个吗？你一方面每年我估计你至少得十来万二十来万投入进去，一方面你跟我说我不知道靠什么挣钱，没有商业模式，那么请问你的整个艺术家之路怎么形成一个闭环？请问拿什么说服你的妻子？我要跟妻子说，当一个男人跟你说我为了艺术而辞职的时候，完了，作为一个妻子真的完了。英国有一个证券交易者叫斯特里克兰德啊，干了几十年的证券交易，有两个孩子一个妻子，突然之间有一天跟老婆说我要干艺术去了，拎了一个皮箱然后就跑了就走了，然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这个故事叫月亮与六便士，是以一个画家叫高更的人为原型写的。当一个人觉得艺术是脱离生活和脱离现实的时候，那么他这个人本身就不在现实和生活当中了。你要拽住他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拽一下，但如果真的拽不下来，该放弃的时候还是得放弃，因为未来的路可能跟你已经不在同一条路上面了。月亮与六便士的意思是什么？月亮很美，但它挂在天上，六便士近在眼前，六便士是我们的，月亮不是我们的，就这样。好，谢陆琪老师。米娜老师，不是所有自己做出来的选择都必须从头吃到尾死不改路，这个就像开车一样，你已经走上一条死路了，该掉头。刚刚你说丈夫是我挑的，我还能怎样？离呀，换了他，因为这个男人靠不住啊。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艺术家，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作家，虽然我写了十几本书，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更觉得我是一个作者。什么是艺术家？那是留给他人进行评述的，轮不得我们这一些本身在进行创作的人自封头衔，封为我是什么什么家。于老师是艺术家吗？我们认为他是，他最多只是说我是一个画者，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不会拿艺术家三个字用来标榜自己。艺术家是什么？他需要熠熠生辉的才华，他需要灵感，他需要投入时间投入精力，他需要你对他的热情战胜于一切。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到，因为我们可能更爱碌碌的生活，但我们自己这么谦卑地认为我们不是艺术家的时候，也许有一天等我们都不在了，可能会有一幅作品在说话，或者大家回忆起我们的时候会说啊，那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由你自己定义的。你瞎定义个啥？你所谓的艺术吧，其实就只不过是偷懒，一定是在职场上遇到不开心了才会有那一种老子不干了的想法，回到家躲起来不愿意去面对社会的挑战。你就像自己制定了一套你所谓的艺术的标准，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开心就开心，可以没问题，只要你有钱，只要你自己存够了所有的原始积累，不需要连累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结婚，我不会对他说这些，你就去追求你喜欢的艺术之路吧，作为一个艺术的追随者爱好者都挺好的。但是你有妻子，所以我是很负责任的站在您妻子的角度上来告诉您的妻子，假如他追求他所谓的艺术，请你追求你的自由离开他，所以离婚吧，没啥好说的。谢谢米娜老师啊，有点懵吧。其实简而言之吧，等于你现在选择了一个职业之路嘛，就是我们成为艺术家有两条路，一条可以业余干着嘛，一条可以职业干着嘛。你现在选择了职业，那你也说了就要靠以此养家糊口，因此陆琪老师才说了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你得先活着呀，兄弟。其实他们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以艺术之名的自我放纵，我责任不要了嘛。你要单身汉真的啥话都不说，追去呗。我是特别支持去追求一个梦想的，我管你是创业还是什么，我觉得只要年轻人是有梦想的，在这个梦想去追，别说年轻人，我们这个半大老头子，我们不是还在追一些梦想，做一些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吗？您先养家糊口，有这么一个妻子，如果你在意她，有这么一段婚姻，如果你在意她，
我希望你能够务实的在挣钱的基础上，养家糊口的基础上，继续追你的艺术梦。那个艺术是有根的，别把那个东西断了，艺术就没根了，出来也不知道是个啥了。艺术真的需要有根啊。米娜老师的建议好好想一想。最后就是回到家庭本身和本质，我希望你们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家庭目标，因为那样你们会生活得更幸福啊。好吧，接下来就交给你们呗，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老公啊，结婚两年了，我希望你给我一点安全感，去好好找个工作吧，不然未来怎么办呀？我会好好重新考虑这个工作方向的问题，然后会认真去想想我们之后该怎么走下去。最后问妻子一个问题，你会反对他去追梦吗？所以梦想和现实从来都没有矛盾过，脚踏实地才是追梦的现实。梦想再远不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吗？没有人要浇灭你的梦想，包括你的妻子。我们只是想告诉你，包括你妻子的要求，是请您脚踏实地的去追你的梦，而不是把身边的全断掉，我自己去追梦，那你不成家就可以。谢谢郎妹，请回吧，谢谢你们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京云 APP、 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搜索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育站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吧，做预测吧。真的很高兴，刚才丈夫已经说了，他要重新去考虑思考自己的选择，不是肯定双出嘛？不是说你一定要找一个工作室，你要把身上的手艺变成钱，养好家，该干嘛干嘛去，剩下的就是来。你觉得男方还没有达到走火入魔的状态吧？所以应该是双出吧？你是希望他走火入魔是吧？不希望啊，他现在真的成了家更完了，还不如不成家了。我觉得就是懒，双出吧。双出。双出哈，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找不找工作？对呀，该干嘛干嘛，然后千万别放弃自己的爱好啊，别放弃自己的爱好。接下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啊！谢谢两位啊，不哭不哭不哭，这不就行了吗？回去该工作工作啊，我指的这个稳定的工作是指不一定是给别人打工，自己创造出一种稳定的收入方式也叫稳定的工作嘛。谢谢两位啊，谢谢你们，请回请回。祝他们幸福。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天天光顾的圈子，我觉得我们渐行渐远。都说情侣复合就是重蹈覆辙，我偏偏不信，到头来却还是一地鸡毛。他从来没有为我们的未来考虑过。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尊重。我已经开始迷茫，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是错。
我只希望他能坚定当初在一起的决心。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王23岁，来自浙江传媒行业，女嘉宾小王24岁，来自山东传媒行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看这颜值，传媒干嘛？做主播的吧？应该不是，就是拍广告的那种，就是模特。你呢？我是做传媒公司运营。哦，做运营的。对啊。两位曾经分过手是吧？是的。分手复合之后，然后又面临着新一轮的情感困惑，对吧？对。那我们先从上一次分手开始说起吧。上一次分手是因为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出差嘛，然后去外地了，然后我想着他肯定要给我准备惊喜啥的嘛。嗯。但是就当天的时候，我和我朋友他们一起去聚会啊，我朋友他们都送了我很多礼物，但我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他给我的嘛。嗯。但是他当天就是我完全没有联系上他。就是一天就人就消失了，嗯，而且他出差，我觉得他工作忙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就想不明白的是什么工作这么忙，一天到晚就没有信息。我生日当天我还专门发了个朋友圈，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不是忘了，然后我提醒他一下，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动静。过了2天之后，他再和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啊，对不起，我生日我忘了。后来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一直吵架，然后就分手了。谁提的分手？我提的。但是那时候的话，我其实有提前跟他讲，我说我可能要出去几天，因为我比较忙嘛，就是可能早上8点钟起来，要工作到晚上11、12点的样子，而且没什么时间看手机，所以说的话，可能消息没给到位吧。不过我之后还是有跟他说生日快乐的，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听不进去了，就已经彻底气在头上了。后来谁他提出复合还是你提出来的？他提出来的。复合了。因为当时放不下嘛，然后复合了之后，就我俩面临问题又多了。嗯，我感觉他父母对我意见很大，他后来就是换工作了嘛。嗯，我俩就是突然那一周末，就正好我俩时间都空出来了。嗯，然后打算就一块儿出去玩一玩，然后我都做好攻略了，我俩也约好了。嗯，但是当时他给我就是也明确说了可以就是一块去的，也没有说是有什么事儿。但他爸妈当时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有什么事儿让他回去，他也没给我解释很明白，然后就说家里边有事儿着急啊，必须要回去，然后就直接自己走了，然后把我自己留在家里边，我就没有去上了。干嘛去了呢？父母年纪大了，可能我奶奶身体有点不太好，摔到了，然后打电话让我回去看一下，那时候就连忙赶着回去了。但是可能事前的话跟他没有好好沟通好，就直接急急忙忙过去了，然后他心里可能有点不开心吧。不，这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我奶奶摔了，我现在得回去去医院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但是他觉得是我们之前已经事先约好的事情，又这样子说回去就回去，也没个具体交代。不是，你当时说了吗？我是回去路上跟他说的。啊，你走之前不就说不就完了吗？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的话，我不会生气啊。那不是第一时间着急嘛，也一时急在心头，也忘了这个茬。我觉得他不把我放心上。啊，这个只能说他处理问题没有那么周到嘛，叫不成熟嘛。那你怎么会觉得他们家的父母对你有意见呢？因为他之前的时候，他爸妈叫他回去相亲过，我俩都处恋爱了，然后他爸妈还让他回去相亲，他当时也没跟我说，是后来的时候就是回来了，他在老家待了半个月，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在老家待那么长时间，他跟我说就是其实他想给我承认个错误，他说他爸妈让他回家相亲了。但其实吧，他们之前是有说过，因为我家里那边的话怕我们之前万一后期出什么情况的话他们不放心，毕竟过2年的话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但是这件事吧，我之前一直是拒绝的，但是可能最近实在是逼得急退不掉了，我就去了一趟。不过的话我事先也是说好了，我说只是去走个形式，我现在是有女朋友的。我去了之后跟那边的女方也说了，说我现在是有女朋友。那时候不跟她说的话，主要是我怕她知道之后又胡思乱想一些奇怪的东西。所以你们现在在哪儿生活呢？现在在杭州。你老家是哪儿的？不是杭州吗？你不是浙江吗？温州。不至于说温州人不让孩子在杭州结婚吧？他们比较想我回去。他爸妈想让他在本地找一个女朋友，但是我并不支持他们家。对对对，但是男生对此并不支持啊，那只代表他的父母，不代表他啊。还有什么事儿让你们在复合之后没有继续往前更好的走？他到现在还留着他前女友的联系方式，我让他删他都不删。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是为自己留后路吗？主要是因为他毕竟是我同学，而且也都是老乡，家其实住得也蛮近的，可能家里有些人都认识啊。三家的话以后过年见面会蛮尴尬的，如果就这样子突然发现微信没有我的话，我感觉就不太合适。你觉得不太合适，你没考虑我呀？那你加个你前女友的联系方式的话，那怎么让我有安全感？但毕竟我现在跟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毕竟跟他分手之后我现在跟你在一起嘛，基本上是一心一意在你这边的，也没跟他有过多的聊天，也没有其他接触，只是说共友圈比较广，而且交际圈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才留着，也只仅此而已，也没有其他的意思。那怎么说，那之前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你没告诉我你前女友在啊，你说有个同学聚会需要去，你去了之后我发现你和你前女友在啊。那同学聚会这件事的话，你没去之前你永远不知道有谁在，我也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他在那边。行，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你跟你的前女友还有没有情感上的瓜葛和联系？一句话就完了啊。已经没有，两年没有。有没有把前女友当备胎？那也没有。前女友现在有没有男朋友？不知道。啊 ，OK 嘛，这事儿就过嘛。我觉得他可能对我的疑神疑鬼之类的顾虑太多了。你疑他吗？因为他现在工作吧，身边的男孩子比较多啊，那有些质量方各方面都不差，而且工作都比较晚，然后有些人我也不是很喜欢的，有时候我会让他把他删掉，但他也不同意删。但关键是我工作性质，那些都我同事呀，我也不能说就删了人家之后再见面怎么办啊？而且你又知道的呀，我那个工作就是那样嘛，没有办法，我不能说因为谈个恋爱然后工作也不要了吧？那以后怎么生活呀？但你不能总是向我寻求给你一定的安全感跟尊重，但是我需要你给我安全感的同时，你却没有足够给到我吧？他会看你手机吗？会呀、啊，他会翻我手机，所以是不放心，对吧？那肯定是个正常的男朋友都不会放心啊。那你们怎么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没有办法处理啊，因为我现在就是工作这段时间也挺忙，然后他工作这段时间也突然变得很忙，然后就是两个人就在那一直僵着，就事情不解决啊，而且他老是跟我说以后我要怎么怎么样，在杭州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多努力啊，我俩就是多现在多顾的工作一点，然后挣钱啊，但是我感觉就是有时候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从来不在我身边，然后像节日啥的他也不注重，觉得他不够成熟，太幼稚了。我感觉我是为以后做考虑做发展，其实并没有说错错，毕竟现在也在事业发展期，而且我是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注重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走该怎么规划，但是你却没有做到我想要的那样的答案，就是他没有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规划，只是一直专注一些过去的一些小毛病。你指的对以后没有规划只有你一个人在规划是指什么？就是说比如说他以后但是我是考虑到杭州这边继续长久生活下去，比如说买车买房嘛，这样子还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甚至说其他方面的规划，因为可能我自己家那边有些人可能要迁到杭州来，是这个样子的。你反映在你的现实生活里面，比如说有些人我因为有了这个规划所以我努力的工作减少了约会的时间，因为我这个有这样一个规划我要攒钱所以我花在恋爱上的钱就会变少，是什么？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可能因为工作在恋爱上花销的时间会少，占时间暗恋爱时间的占有比会少一点。所以你们一周见几回面？两次。每次多久？一天吗？平常没有约会？平常他出差经常。有消息吗？有消息，但是他不及时回啊，就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回你的那种。女生所说的就是她不成熟，你指的是什么？就像她刚才说的一样，她说有些就是我那个工作的有些男同事很多嘛，优秀男同事很多，然后她就经常就要求我带着她出去一块工作，她就是她空的时候，她就要求就是她在我工作的时候在旁边看着我。我觉得就是这很幼稚呀，这是一种啊。对，而且日常就家里边生活的时候我感觉他也不照顾我，我工作完回到家家务啊啥的都是我来处理的，毕竟我不在家时间比较长，我可能昨天待在家里吧，本来见面时间就少。关于这个女生真的喜欢吗？我是真的喜欢，我相信。爱她吗？你是真的爱。好，我也半相信。你想娶她吗？如果家里同意的话我就肯定会娶。所以你并不想娶她？
这就是一个真相嘛。我们看真相都是这么看的，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很简单了，你恋爱的目的是想谈一场恋爱，还是想嫁给这个恋爱当中的男人？肯定是想结婚呀。你想嫁给对面的男人吗？想啊，但我感觉他就是他说的和做的永远都不一样。好，就没有安全感。对，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来了，今天您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我来这就想知道他对我是一个什么态度。好，就我俩感情有没有结果。那各位老师，你们来回答一下女生的提问吧，你们来跟他们说说你们看到的这一段关系是什么样的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王庸，男生刚才说家里同意就和他结婚，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的父亲，听到这句话，我拉着你的手就回去，这都是家庭介入，对等的。家长当然对孩子的婚姻我们有参考建议的权利，但是面对自己的爱的人家里不同意，你就缩手了吗？我请问你对他的爱，他在你的心中的位置究竟有多少？但是在爱情当中竟然会把女友的生日都忘了，这在爱情恋爱当中是犯大忌的。另外，奶奶生病了，孙子孝顺，急着从杭州赶回温州，可以理解，但会忙到紧张到出发前和自己心爱的女友打声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吗？如果心中真的有这个女生，可能吗？如果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你有误读，你认为你是发自肺腑的喜欢这个女生的，那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表达给她看，去展现给她看。但是今天很遗憾，在这个现场看不到。真的，虽然我们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女生，很遗憾，我也感受到您心中的遗憾，只能是遗憾了。谢谢包红兄。于老师，两个人的感情谈了两年，对吧？两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同感，好像两年谈下来总觉得少点什么，对不对？对，是这意思吧？所以你们再往前走就走不下去了。是的，就会遇到各种的障碍，好像又说不很清楚，所以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胡思乱想，什么异性的同事啦，什么前女友啦，还有什么相亲啦，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现象。我就来说一个事儿细节啊，有些东西叫见微知著。他说要去相亲了，是因为父母要求的，他不想去，父母让他去他就去了，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他说了，如果父母让他结婚他就结婚，如果父母不让的话，当然可以不让。那么他的主意是什么？他没有主意，所以说结不结婚这事情不是他定的，他爸妈定的，他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只有爸妈说了点头了才可以往下走，不点头了那就拜拜。所以你们的婚姻的主动权根本就不在你手里面，两年了你觉得还能往下谈下去吗？要我看来啊，两年没有谈到一个高度就不要再谈下去了，再努力也是枉然，两人不合适就是不合适，现在有点鸡肋，也只能说你们彼此对对方有点好感还不错，看似在谈恋爱，但是已经达不到那个程度了，那不如就怎么样，趁早拜拜分手，就不要再做枉费的努力了，这是我跟你俩的观点。好，谢谢于老师。陆琪老师，就俩被宠坏的孩子凑一块儿，你知道吗？就你们的谈恋爱的方式很简单，就你们两个人是一贯的，就是我爱你是怎么表示的呢？
是我接受你的爱。为什么以前你们谈得舒服？那是因为别人付出的多嘛。你们那些前女友、前男友，他们付出的多，你们俩凑到一块儿了，你付出呀，你呢？你来呀，你先来呀，那谁先来呢？总得有人主动吧，总得有人主导吧。所以你们两个人到最后，你们就考虑一个问题：对面那个人有没有足够的让你产生驱动力，让你向着真正的亲密关系和家庭走进一步？对面那个人是不是足以让自己放弃某一些个人的边界，让渡出一些个人的隐私权？对面那个人是不是足以让自己去承担某一些责任，比如说去顶住家里的压力，告诉自己的父母，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我就是喜欢他，你们反对也没有用，如果不行的话，那我趁早分吧。好，谢谢陆琪老师。米娜老师，今天这个男孩就特别让我能够理解那句话了，就是说男人们啊都是很现实的，与之恋爱的是一些人，但与之结婚的往往又是另外一些人。这个姑娘毫无疑问符合恋爱的标准，漂亮，还不太粘人，相对独立。那么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讲还真不错，他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满足了我对于美好的东西的向往，但是你又觉得自己还差了点那么个意思。为什么？家境没你想的好呗。如果女孩别说山东，山东首富的姑娘问她不是温州的娶不娶，早就娶了嘛。姑娘自己心里也清楚，姑娘知道我美貌，知道我自己有吸引力，然后有一点不服输，这个不服输就是居然这一切都战胜不了你对于一个美好家世的向往吗？姑娘不觉得自己会输给那一些什么所谓的富豪之女，所以还在等着他能够表一个态娶你，但是真的不会，他没那么喜欢你，他一直在留着这一些后路，他享受着你现在的青春和美貌，消费着这一切，但一定会退回去找一个姿色各方面不如您的姑娘，但一定可以满足他对于物质上最现实的那一些向往，可以让他早一点满足他父母的门当户对的要求等等等等。姑娘，你没有输在家庭背景上，你只是输在他不爱你，他只是因为你美好所以想占有你，仅此而已。而至于男孩为什么说我不爱他，但是我怎么还会那么吃他的醋和那么介意他跟别人呢？因为不服输啊，好胜心啊，占有欲啊，这就像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但是别人来抢我的那就不行，这不都是大实话吗？没那么喜欢就早点放手吧，这样拖拖拉拉的真的很难看。男孩，好，谢谢米娜老师。其实你们四个人说了仨字儿嘛，不合适啊。你们心里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只是人在其中有的时候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对吧？他们说不合适，你们叫不舍得啊，对吧？也是三个字，最后就是开开心心的给两年的这种拖拖沓沓，给两年的纠纠葛葛做一个明确的了结就好了嘛。把自己心里面最想说的那个话说出来，之后该做什么做什么，好不好？一起进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们现在也就是在一起两年了，然后我感觉更多现在感觉不到你的爱，就是你老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给不到我安全感，而且我本身年龄就现在比你大，我想要更有结果的恋爱。现在让我对咱俩就能不能走下去越来越没有信心了，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吧。我觉得我个人因素确实有很多做不对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时间还是漫长，有错的地方可以去改，其他的地方的话可能我有做的不够到位或者说做的不足，这些我也认，但是有些东西有些困境你跟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多多帮我理解一下。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小心被骗。其实这个被人骗呢是贪婪，被自己骗就是更贪婪。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给自己勾织一个所谓的幻象，两年了，三年了，时间好像已经很漫长。其实你把你放在一生当中，这两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又算得了是什么呢？啊，该割肉的时候得割肉啊！来，博宏老师预测一下吧。真相都已经如此大白了，男生竟然还要女生多谅解、多体谅、理解他一点。很显然，男出女不出。你确定吗？确定。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来来来，小鱼老师啊。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在闭眼那一刻直觉告诉我俩人都不出来，因为各自也在想着自己的生活了。你确定吗？我确定我的感觉。双不出啊？对，双不出。来，我觉得这肯定又是个大型的打脸现场啊。哎，双出对吧？双出。哎，双不出，别努力了，嫁不进去的，娶不回来的。好，来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都没出来是吧？没有。哎，这特别好，这特别好。所以你还真别说啊，这一对好像真是冷静哦。今天也许他们要一个仪式感的分手吧。那首歌送给你们，叫《分手快乐》，祝你们找到那个真的爱你们、真的想陪伴你们一生走完的人。是。要再一次的感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